是了是了，你不想狗，你想跑崩你的兔子，你给他转啥圈了你？幸亏没让人看见呐。咋了？你偷人家了？我回去干那事儿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哼，昨天晚上在瓜地里看瓜，是不是干啥坏事了？叫人逮住了？没有，孩儿妈，这你知道，我就是有那个贼心，我也没那贼胆儿啊。我看你呀、是有贼心也有贼胆儿，就是没找着贼。对，我咋没有找着贼呀、我咋没有找着贼呀、这说啥呀、不，孩儿妈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呀。昨晚上我在这地里看樱花，站更前我见有人偷偷把里面的大头发，想想不早有人见下，丢了书先让村长再见他，投诉人若是查不出那打算来做村长啊，还有这回令我最害怕，那就是吃惊的不报谢首长。哎呦呦，我的孩他妈，你知道我胆子小的如芝麻，那树叶惹下我的怕，咋那投诉的偏偏又是他，村长要找我说着我该咋回答，真狠话，这双眼睛他咋没有瞎，就为这？哎呀，那这事还小？你也太胆小了。那投诉的人是谁？不是别人，那是谁？俺小舅子。咦、我就知道恁小舅子不是好东西。这事儿啊，只有那小舅子能干出来。恁小舅子，恁小舅子不是俺兄弟了吗？恁兄弟不就是俺小舅子吗？黑蛋啊，黑蛋！我认不了他。你等等，你去干啥？我去干啥？切！我去干啥？我这左手闪在那，我这右手闪在那。我问问他，为啥这不缺吃不缺穿？为啥不走正路不把活干？非得贪着寻功利己的黑心钱？我去问问他。我你等等，就你这个咋呼劲儿，你到那儿不等于把他给举报了？哎，罚他3000块钱，他拿不出来，还得整你。我落个知情不报也得跟着挨批，倒不如咱闭口把眼闭，也免得破财让人看不起，中不中？那不是把村长都坑了？哎呀，村长大小是个官儿，领导面前好说话，让个茶洗个眼，说不定把那大事化成一小点儿。这事儿啊也太缺德了。俗话说好现实不如赖不管呢，这要不是拦路抢劫和抢钱，那一棵树有啥了不起嘞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把咱的窗帘关上，窗帘关上。我跟你说，那根本都不重视。不是，你这不是为咱小舅子吗？谁小舅子啊？不是，是俺小舅子。你快去，我跟你说，快去，别让人看见，快快。不好！啊，咋了？村长来了！村长来了！你看，老师怎么了？你看见没有？这咋弄的？你咋说话了？这啥子脸呢？不是，这到底咋办了？这村长快来了！那你说咋办呢？哎，你说咋办？我想起来了，等村长来了啊，你就装傻，说胡话，给他糊弄走。装傻？对呀。孩儿妈，我不
会装啥呀？这，你都没见过咱村头那个二情书，哦，啥啥名？二情书啊，我知道了，二情书不是这个样吗？二情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那咋说胡话？咋说胡话你都不会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把这个马说成牛，把牛说成驴，把你说成唐二姨，我看也可以。中，我现在就给你试试，我现在就给你试试啊！看昨天晚上我去找那妹子了，放弃啊！你咋不说昨天晚上去找那妹子了？哎，那反正都是那姊妹俩，找谁不一样？又不是外人。净往那茄子壳里说，这啥玩意？哎呀妈呀！来！大白，你赶紧把他吃走！你把他吃走！你找啥？找啥？陈大哥！啊，陈大哥！哎，来了！哎，嫂子！哎呦，村长！哎，你来了！来了！哎，你一个人来了？哎，我一个人来了。你亲自来了？哎，我亲自来了。你这个……哎呀，我说嫂子啊，这嗓子眼都渴了冒烟，赶快我弄杯水喝喝呗。中！哎，你等会，我去给你倒水，我去给你倒水。走！哎呀！哎呀，你看看这刚凉了白开水，你喝吧。哎，中，咋的？哎，嫂子，谢谢了啊。再见。哎，村长，啊、你看你刚来，你也不坐会儿都走了，这坐会儿啊？那中，我给陈大哥喷两句。我多这嘴能干，你去。哎呀，我说嫂子 哎呀，本来嘛，走这路啊是不应该热的。就是，咱如果说把这山上的树都保护好了，那遮天蔽日的，走哪都不会热。是嘞。可偏偏有些人呐，缺德，把那树都给偷了。树啊，呀，陈大哥，你看看你，中了。中了，听了吧，怪十号了。嫂子，陈大哥这是咋了呀？谁知道了？昨天的这稀里糊涂可有病了。你说他还胡说八道，胡咧咧，胡说。不是啊，不是俄罗斯的大总统，不是，不是。哎呀，中了，不是。你看他又糊涂了，那不是啊，是美国的总统。没文化，那不是，是俄罗斯的大总统，明明在日本东京，他说在美国。嫂子，没文化，陈大哥他傻了呀？你不知道，是我叫他装傻了。啊？是。是昨天晚上啊，他跟那瓜地里看瓜了，这今天早起一回来，可都成这了。哦，陈大哥，来，你看是不是受啥刺激了？你昨天晚上在瓜地里是不是看见啥了呀？啊，看见了，看见啥了呀？看见了，你说呀。啊，我说，我看见三个兔子拜天地，一个公，两个母，说明越人娶俩妻，我大步流星走上去，谁知道那兔子他扑扑冷冷展翅飞，扑扑冷冷展翅飞。哎呦，嫂子，你看这哪个病了还不轻了，赶紧我去医院看看呢。哎，不用啊，人家都说这病啊，他根本看不好，啊、你看他这不当吃也不当喝了，就这吧，还怪好玩的。你胡说个啥你？啊，这有病可不敢离席啊！那是，你赶快收拾一下，正好我到乡里啊，把那丢书的事啊，咱一块走啊！走，到那瓜地里看我种的这个满地的大啤酒。啥啤酒？大啤酒！哎呀，大啤酒啊！大哥都傻成这了，那赶快走啊！哎，不用，村长，你听我说，啊、这个，那个，这个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嫂子，你是不是手头上没有钱了呀？钱？哎呀，村长。可叫你猜着了，你看这有点钱吧，都扔到那瓜地了，现在一分钱也没有，这咋看病了？哎、咋看病了？这样吧，啊，正好。
这是我缴罚款的3000块钱、啊、先借给你给大哥看病。缴罚款？哎呀，嫂子，昨晚上丢了大厨一个，到现在是谁偷了没找着啊？俺回京我去向你检讨认错，罚款钱你先用，随后再说。哎呀，厂长，您别客气了，不用了。哪能用嘛，嫂子啊？不用，我不用。中了。常言说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没想到你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呀、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愿意去不去？我做主了，我陪大哥去看病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走大哥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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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村长啊，我的好兄弟啊，大哥你这是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啥病都没有，他叫我装了。啥？嗯，这我跟你说。昨天晚上那个偷书的人，我知道他是谁。我跟你说，你拧我也不中，就冲着村长对我这么好。昨天晚上那个偷书是我看见了，俺小舅子海胆干了。海胆，海胆。哎，你对我真好，我要是不跟你说实话，我吃耳聋，我还算个人吗？我这是吃耳聋。到，过来。有啥吩咐？你想做个正直善良的人，是不是？不错，可你就这一遍，我可都不是人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陈大哥这样做是对的嘛？啊，也可能当初啊，顾及亲戚的脸面，哎，不敢举报。对，那现在想通了，想举报了，咱应该支持他嘛？对，革命不分先后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村长，你听我说两句，本来吧，我一听说是俺小舅子偷了书，我就不是俺小舅子，不是俺小舅子，都叫他给我搅糊涂了。本来吧，我听说是俺兄弟偷了书，我就准备这个的啊。后来是他不叫我那个啊。后来吧，我又同意了啊，这个啊，他又成了大义灭亲的那个了。我咋说不成了？兄弟、啊，哎，你别管他，啊、你赶紧去找俺小舅子，那、啊、嫂子交给我收拾他。哎，可不敢动手啊！哎呀，你放心，啊、这个女人家有这毛病，隔两天你不收拾收拾她呀，这个笼子里边就装不下了。哎，吓唬可以，可不敢动真格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个分寸我会把握了。那我走了啊！我找不着可好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这个娘们家就这贱毛病，你三天不打她，上房揭瓦。是不是啊？那不信我叫他干啥他干啥。不相信试试。我叫他给我跪这儿。叫谁跪了？叫我跪了。范大妈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不过刚才通着村长的面，你咋着也得叫我像个男人，是不是？谁说不叫你像男人了？ 啊你说说平常我都是咋教育你了？平常你教育我，见到坏事就说，见到坏人就捉。可是你为什么总是办不到呢？这因为他是恁兄弟呀、啊。那要是我犯了错误了，我马上跟你离婚。你说啥你？哎，不！你再说一遍。哎，陈大哥，你这是啊？你看，恁嫂子这个金耳环掉哪儿了？金耳环。哎呀，中了！别装了。